guitarra ni Talumatu kita usapa hamati inaan unian Ayasan ti ina uuwa maknin Itua ay kalungat hakiya Itua ay kalungat, itua ay kalungat Itirahu ilotok maknin Itirahu ilotok maknin Itirahu ilotok maknin Itirahu ilotok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阿美族歌手杂烙的专辑今年入围了金曲奖，这张专辑非常特别，他跟制作人四分卫的虎神两个人飞到了西班牙南部，找到一位马达加斯加的传奇音乐人一起合作。今天很高兴邀请杂烙跟虎神一起分享这张专辑。虎神哥你好。好，慧玲好，大家好。杂烙你好。大家好。早了，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那首歌是你们飞到了西班牙南部去录的专辑，叫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藤》。藤，你们的歌应该都还蛮常取材自生活里面。对，我的歌曲，我的创作也都是在，就是取自于生活。嗯，对，那这首歌是我在16岁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嗯，那就是暑假的时候，然后到了山上，对，然后想说从来没去采过藤心嘛，嗯，那就。跟妈妈说，我去采藤心给你啊。妈妈说，哇，当然好啊，因为藤心这种种植物在这种佳肴、这种菜肴啊，在阿美族的这个家庭里面是一个珍什么，很珍贵的，对，很珍贵的一种食材。对。然后妈妈就答应我说，好，那赶快去吧。我就背着就是包跟同学就上山去了。嗯，藤都是野生的，对不对？对，都野生的，对，那时候还没有种植的啦。嗯。那就爬了山，就没有路啊，就钻啊，都是树丛森林嘛，那就开始钻，到底这个藤心在哪里？啊，忽然间，因为听妈妈讲说，它是长一根整根的，一直会往树梢上爬。对。然后就是整个这个藤的这个茎啊，这个全部都长满了刺。嗯。好，那教我怎么采，哦，就听了，就依稀的就找到了啊，原来藤心长这样。嗯。然后开始砍，然后拼命的拉，一直拉。因为它那个什么都长满了刺，对，要刺的整个不会嘛，就是不懂啊，就整个手掌啊什么都是刺啊，痛的受不了。可是不过呢，就哇，采了这么多，一片孝心，妈妈应该很高兴。对，你看你妈哦，对不对？我就又好呢啊，然后回去的话就被那个刺扎到这样，对，但是很开心啊，就背了一大包哦，就回家了。这个要跟妈妈炫耀一下，对，从来没有去采过，曾经采了一大包回来。妈妈看到我说：“哎呀，真的怎么那么多啊？”我说：“对啊。”就说：“啊，藤心在哪里？”我说：“在这里。”就一打开，我妈妈说：“嗯，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藤心呢？”她说：“这是藤心吗？”她说：“对啊，这个不是藤心，那是什么？”我说：“这是藤条，藤心在哪里？”我说：“啊，原来在山上，因为它是挂在树梢上面，我没有全部把它拉下来。”其实你应该要用力的把它从树梢上全部拉下来，对，全部拉下来，最嫩的那个那块。对对，结果我到了一半就一节就把藤条带回来了。哎，藤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苦的，对，有点带点苦味的，嗯，苦涩的味道。对，嗯，阿美族很喜欢吃那个藤心这个植物，现在都是用种植的。对，我其实一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因为它阿美族语我听不懂，嗯，但是因为它的曲风非常非常的轻快愉快，并且带着很强烈的异国风格，像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其实有一点佛朗明哥的味道。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我是辨认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发现，哎，它真的是阿美族语，哎。对，我们这边要秀一张，这个是虎神哥画的嘛？啊，是。为什么要秀这张呢？其实因为你们那时候录这张专辑，从台湾大老远飞到了
西班牙，西班牙，嗯，西班牙南部，然后去找了一个马达加斯加的传奇音乐人，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件事，为什么要做这么辛苦的事？这个缘起是说，这个马达加斯加的音乐人，其实我们好久以前就认识，然后他也来过台湾几次，他们就是做世界音乐，然后全世界四处跑，所以我们在开始来去想说，原住民其实在词上面事实上是跟整个南岛语系是有关系的，所以才会联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往南走？走到最后是想到说马达加斯加这个朋友，对，所以其实就是在对。这个地图上的另外一边是马达加斯加岛，对，西边了。对，可是他后来也不住在马达加斯加，他后来旅居在西班牙的南部，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后来就跟他联系，就说我们有一位歌手，其实他们以前也都碰过头，我们认识，对，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来合作看看？对，然后他其实，在还没有任何条件的讲太多条件的过程里面，他就说好。啊，我觉得世界音乐人其实就是在某些部分就是心胸是开阔的，嗯，就是某些部分跟台湾原住民很像，嗯，就是对音乐的很直觉，对很多的节奏东西，他你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词，可是他听到节奏他就很清楚你要做什么，就是这样慢慢牵牵牵，然后就中了，然后就这样刚好就联系起来，对，找到他们来一起制作这张，嗯。不撒比希努曼，你大姑啊，就这首。嗯，这个马达加斯加的那，就是我们有经过一个辩论，花一点时间磨合。他说，我们马达加斯加再怎么穷困，但是我们有音乐，我们有音乐就很富有，心里就很富有。哦。那我自己从一开始创作，从第一章到现在，我取了一个名字，英名就叫巴西瓦里。嗯，那巴西瓦里阿美族就叫做向东方，往东方的意思。嗯，所以我一开始就奠定我要往东方去。哦，所以就是从小，对啊，我就非常执着，对，从小到现在就是喜欢音乐，可是。这一次没想到会变成会发唱片，我也是意料中的事，意料之外的事情，嗯，就是喜欢，纯粹的喜欢音乐，喜欢音乐。然后因为我们家住海边嘛，夏天的时候那个早晨就出来啊，非常漂亮，嗯，哇，那个阳光啊，就出来就照上那个什么那个云啊，又反射到海面上，是非常漂亮。我想哇。如果可以到一直往那边开去的话，一直开去是哪里？还有没有跟我们一样讲同样语言的民族啊？然后我想说，就是到了这一章第三章，想是不是再走更远的地方？嗯，再跑更远的地方。那时候南岛、菲律宾啊这些到什么大溪地，然后哎，他们都觉得。好像都已经听到很多次了，对，那是不是到一个很更不一样的国家里，不一样的国家能不能听得到自己熟悉的音乐？对，啊，所以是这次就让我觉得真的是惊讶，真的是大惊喜。嗯，马达加斯加，很远啊，一个非洲国家，对，所以它是西边，它不是东边，它是绕了一遍，它绕一圈，那是东边啦，东边绕远一点还是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变得。很惊讶，就觉得能够实现了我自己最开始的那个初衷。原来我这个民族并不是只有存在在台湾，嗯，或是大家所知道的南岛这几个岛屿国家。原来非洲还是有，再来到了西班牙，还有一样的发音跟一样的语言。对啊，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惊讶，非常惊讶。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早到说。这张专辑跑去西班牙路，其实你进西班牙的国门就很惊讶了吧？非常惊讶，对对，就是讲一下那件事。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两个就真的很像神经病，就落地到。对，等一下我们前情提要一下，这张专辑其实是两位完全没有办法讲西班牙话的人，就飞到了西班牙去，没错没错。录制这张专辑就是奉这个唱片公司老板的命令，皇上的命令，对，老板给我们指令，而且我还。就说你们两个去，除了肩负制作之外，我还肩负另外一个是摄影。嗯啊，因为老板说，我就本来跟老板说，我们需要一个摄影师陪同一起来做一些记录的工作。他说，那就你啊，就你啊。他说，你复兴毕业，我可以相信你。好吧，我知道经济拮据，对对，所以就两个人去了。对。对，所以就我们两个没事还互相拍一下对方，对啊，没错。对，所以找到你刚刚说进国门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入境了，入境西班牙，那个叫 Madrid， 马德里，对，我们在马德里入境。那一个女海关呢，这
就看我半天，就说先生对不起，这是你的名字吗？啊，没有，他没有，他一开始是讲西班牙话，我听不懂。我就跟回答说啊，对不起，女士，我听不懂。我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他就说，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字吗？我说是啊。他看了看，一翻了又翻。我说啊，哎呀，我是怎么去做这么丢钱？他说我是怎么发生什么问题？空气半之类的。对，通常在海关看太久都是毛毛的，对，都会觉得毛毛，就对啊，曾经就是这样子嘛。以前我去美国就是这样被打开，因为我里面就是人家那个观光局有没有送不完那个礼物说，说啊这个剪刀剪眉毛的那种有没有？我就拿了就一整盒。结果在美国那时候还是911之后，对，我就被拦下来，对，就是有这种事情的经验，就是哇。怎么搞的？他第三次又问，第四次又问，确定就是一直问你的名字。对，就是你确定你不是西班牙？你没有在西班牙吗？你不是欧洲？我说不是。然后好，他就盖了章走了。结果我们又坐了两个小时，对，两个多小时的火车、电车，才到了那个高速的火车，比我们的高铁还要快的火车，到中南部。中南部 对，那个地方叫科多华，科多巴，对。西纳雷吼是一个村庄，我现在觉得他是西班牙人，会讲西班牙话。对对，就是后来我就碰，就第一个事情我就觉得很闷嘛，因为是想想想，就是怎么搞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嘛？我就问那个 Klima， 对对 ，Klima， 请问一下，我的名字啊，查老在西班牙有没有特别的意义？他说哦，查老哪个查老？我就拼嘛 ，C H A 啊 ，C H A W A。WAWO 我自己忘记了，我的名字我都不会拼。他说：“哦，这个是在西班牙是傻瓜的意思。”所以，我原来我已经，他就觉得为什么对啊？怎么会有人的名字叫傻瓜？对。所以其实有很多阿美族语的发音在那边是真的有这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不一样，对。所以怎么跟那个当地的编曲家沟通呢？啊，其实 Klima 他是讲英文的啊，可是录音。要传达到录音的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这就是侯琴，你自己讲一下，我自己在都觉得好累。录音师他是一个纯粹的纯种西班牙人，所以他英文其实应该算很弱。对，他加上我们也英文也不好，然后我们就要沟通。从任何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想法，你对任何配器有什么想要不一样的调整，其实你都要想办法，甚至用画图的，用一些图像啦，然后用一些甚至翻译那个手机翻译也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我偷偷先翻好，然后我想要怎么讲都先想好再跟他讲。可是还是会有讲错的时候，还是他认知也会有错误，然后我们不断花在这种沟通过程其实很花时间的。对，听说你们其实也可能对于某一首歌这个歌词里面想要传达的情绪也会有不同的认知吗？比如说我明明就觉得这首歌是哀伤的，是有一点难过的，可是经过他们的配乐，他们的乐器加进来之后就整个变得很欢乐。哦，那首安慰，对，安慰，对，就是这首安慰，对。就这首，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呢，就是我们有经过一个辩论，花一点时间磨合。他说我们马达加斯加再怎么穷困，但是我们有音乐，我们有音乐就很富有，心里就很富有啊。因为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国家，可是他们就无论怎么样，他就是要塑造一些快乐的一个东西出来。可是我们是会比较面对悲情的东西，但这首歌它不是悲情，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你写给我女儿的，因为第一次当爸爸，对，就很没办法适应。阿娘我也可以做爸爸，就那种就是五味杂陈，对，就是当爸爸了，又开心又紧张。我和什么时候我想结婚，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会有小孩。我怎么会有孩子这种事情？是，所以就反映在曲子上面。所以当他就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从那个生产室，要去看嘛，要去看进去看的时候，他就直瞪瞪的看着我的时候，哎，我欠你的，就是这样。我这辈子还你这样，对，陪伴你这样。真的我就融化了。但我太太说：“阿丽奈伯喜极而涕。”我说：“喜阿诺都爱喜极而涕。”对，就是。也没有表情，可是那个整个心是被融化的。对。
这一辈子我都是你的这个奴隶，就变成是这样，就是又高兴又开心，但是又觉得心理上的负担很大。所以这首歌到了他们的手上，变得比较开心，就变成这样子。就变得这么快了，这很棒啊！感觉就有这种女儿不要害怕，爸爸这一辈子就陪你了，这样难怪、有这种感觉。对，自从他听过这首歌以后，他变得越来越彪悍。其实民族性真的有落差，我们对一般来讲可能比较彷徨、比较悲伤的歌，我们就用慢歌。对，然后他们就是把它弄成比较正面、快乐一点，让你正面去面对未来。对，感谢就是这些在逐梦的这些人，就是帮人家盖房子的这些工人，他们的辛苦建造了你们安全的窝。是，但是他们是非常辛苦，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对，他们的收入有时候还不见得很好，但是为了要养家，他们不得不继续的这样做。但是问题是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啦。这张专辑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喜。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板模工人》，对，它让我非常的开心，里面藏了一个密码在里头。我们先请杂烙帮我们唱。好。Sarumiat mataya awai ku hifang bumi mungkungai Taini tukura tau kimi curcurita mianan makalah kutayal masing cangping Taning ku tau si cecek kuat saripah Rumiar, hey, tainingku tak katusan ku uat, sali pahat tu kami awal ku tara mana yang kira tenunian ama firan. Hiyo inhoyan aruan hayan ho inhoyan. Hiyo an aruan.Naruan, hoin hoian, hi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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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uan, hoan hayan, hioan, naruan, hayan, naruan, hoan hayan.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今天其实刚刚在找到在试音的时候，我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对这首歌非常印象深刻。然后我就问我旁边的同事说，你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个人唱好像不是有三个字很熟悉？他刚刚是不是唱心脏病三个字啊？是，的确对。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因为像我其实我。第二张距离这张第三张专辑其实已经隔了四年，但是那时候我有了小孩，第二张那时候有了小孩，2010年，那就很多时间就会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就是工作上面，他音乐就没那么积极，就一直拿乐器，然后一直就是很专业的在那边，就是好像在创作，重心都放在小孩身上，对，然后就一段时间，我觉得音乐好像对我来讲，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我的生命里面中扮演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剂。那再来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打从来台北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板模工人。因为我的长辈们他们就是从过去哈，他们就是因为花莲那个地方啊，就是旱地嘛，很多地方无法开垦，我们那里啦，就。当然就是在那个地就是到了台北这边寻找工作，就找到的工作就是这种建筑工人，那当然就是一代传一代，那就越来越多，就是年轻人就是往北部，因为有回乡了嘛，有赚到钱嘛，
说哇，那工作不错，然后就到了台北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的哥哥那时候也是做这样的工作，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玩，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乡下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想要玩的东西都在台北，很向往去台北，因为那个电视机播出来的，台北电视机里面演的台北是这样，音乐都在那个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所得到的资讯就这样，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对，那所以我一定要来台北，那要来台北联考这样，然后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必须要有生活费，是自己要去赚取，所以那我就到了各个的工地去工作，那就是开始做这样的工作。那时候就想写一些我们阿美族人花东地区的阿美族的男人，他所从事的这工作到底为何，所以我的实地的就去了工地，去感受，一实习就实习了三年，然后就是很痛苦，那个很热，很辛苦，热到像昨天就38度、40度，差点快中暑了。现在还是有，我现在还有机会去当。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学习一些技术也是不错，而且就是那是我自己大姐、大姐夫的所有的工作，他们的事业。对，然后多半应该是很悲情才对，或是很愤慨，但是我从。就跟马加斯加的那个 Klima 就有类似的地方，其实我不想把它变成就那么大家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的就是直接的刻板的反感的一种感觉，所以就让它就比较诙谐一点，让它轻松一点，对，其实是这样，人在工作之余哪个人就是不会辛苦呢，大家都会辛苦，但是只想到休息的那10分钟就是最快乐的一天，喝杯咖啡，好开心，可是人还是要工作，但是这10分钟对一个劳碌工作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这就是我在写板模工人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故事，对，好，所以为什么里面会讲到心脏病呢，因为歌词就是说那个老板又来催我们赶工了，赶出心脏病，对，因为板模工人他是没有所谓的休假，他没有休假，对，完工日期是什么时候老板就会赶你，对，催你，他就是你做不好就时间内我要做完，但如果说别人 delay 的或者怎么样，那不干我们的事情也算到我们头上，好，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你有没有想好如果你得奖你的心里面的感言要说什么，去五金行卖东西吧啊，什么开玩笑，对不对，没有，其实感言啊，其实只要谢谢所有参与这张专辑的朋友们，然后那当然也包括我身旁的制作人侯行，侯神哥，没有他的神经病的带领，对，还录不完呢，那也感谢非常多人，也感谢台湾，感谢我生长的土地，感谢就是这些在逐梦的这些人，就是帮人家盖房子的这些工人，他们的辛苦建造了你们安全的窝，是，但是他们是非常辛苦，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对，他们的收入有时候还不见得很好，但是为了要养家，他们不得不继续的这样做，但是问题是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啦，对，谢谢他们给我有这么好的灵感，然后再去发行，再去创作第三张这样的专辑，非常开心能够入围啊，我们听到这张专辑真的也很开心，它是一个台湾现在乐坛很少见的曲风，然后对，总之就是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谢谢你，希望胡神哥跟杂烙可以把金曲奖拿下来带回家，谢谢，很希望，很希望，谢谢，谢谢，谢谢。